是一端一个房子就走。对对，就是遗言的动作，背景的使用的动作，就拉手。啊，拉手，别的不管不管谁，你不要说什么时间出现拉手，再讲一遍。你离开你的基准线，一定要他没有打到你啊，他那个不要命的冲过来，我离开基准线，我不停的碰到你，你不要命，我要命，不要我离开基准线，我就拉倒。哎，两个人推两个亲手。离开了，那你可以拉手，大拉手。哎，都没有。你这块地是，对不对？你是台湾省的省长，人家登陆我台湾省下，你是切这种棚屋，有一天你从棚屋回来了，把它抬走，一定有动作吗？对了，对不对？你在这里，基准线在这里，你不拉手啊？对，你有机会反攻。拉手等于你的瞬间反攻，压制敌人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推我，没有打到你，我不因为没有打到你，我把你压制就好。背景我也有，哎，这个拉手啊，没有打到我退我了，我打到你不走吗？我才不相信你还不走。老子那个臂是黄金做的，你打不透，打不烂。那么是，所以为什么左右前后你都可以发挥？这个，哎，这个你可以发挥，这拉手。就如果这是大人，没有他这个，他我跟他好像有点仇，他看到我就冲过来打我，冲过来打我，拉手，对不对？所以咏春里面拉手是最有用的一个动态的动作，一拳打过来，这不是动态，这是防守。防守是防守是动态，但是不是一个广的，一个稳定性的动态。稳定性的动态等于你把这个东西绑住，所以要来流去受，绑住就流了。我连放手放手一定把它绑住啊，那你就要打我，把这个手拉过收回去打这个，你可能那你就直接收回去了，就打这个。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我绑手，你上不去打过去，来牛去送嘛，他走了你不送，有人没？你在这里啊？你老陈啊，好久没有见了，他是从这里来，聊了半天，喂，我赶到有事情，我先走，你不要说你走你了，走，你走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改天我们有空的，还是这个地方送他，就来牛去送。